量这东西还是挺有营养价值的，而且挺抗饿的啊。哈，干嘛啦？靠药还要这样，还要这样进去撸两轮哦？干，到底什么东西啦？干，他们这个面为什么都加那么多东西啊？那到底什么啦？干，他们都吃的好重咸呢、啊，感觉熊安吃一餐到两餐，腰子就要嘎掉了。啊，梁师傅有没有要吃包子跟饼？请你们吃，有没有要吃？我 OK， 客家乡亲，600的包子来喽。恭喜，哎，恭喜！里面还有附全天候的馒头，恭喜你，恭喜你。来份豆腐脑，你头上有。哎，亚军，好，那群队友没你根本没办法拿到这些成就，因为有你衬托出他们的好 blood trail。还好啦，至少老子敢玩哦，妈唧唧歪歪的，妈的，不然老子都在舒适圈里面，他妈的，别人等你，等你们吹喇叭就好了，唧唧歪歪，唧唧歪歪的。哎，吹喇叭，佳佳，你的舒适圈在哪里？你床边好不好？好，我等你。我只有一个问题，这是豆花吗？这是我们，他们叫豆腐脑，然后我们叫豆花，是吗？这是豆花吗？靠腰，为什么这个豆花有这个白白的？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小鱼干还是什么的？小，为什么长那么奇怪啊？白白的，一条一条的，什么东西？虾米，豆花可以配虾米哦。干，我没有吃过，有点酷哎。28岁废物小伙，网恋被女人爆了5000，每天喝鸡汤看风景，麻醉逼自己。干，你这个标题很会下来，老子没道理不点进去。面会菜，年轻人生活图鉴，爱情，广东焦虑内卷，普工生活万花筒。这个火力不是很给力啊，可以调一档、二档，就二档，二档火力也不咋地。靠腰，这怎样？鲁夫的电瓶锅还一档二档，这什么东西啦？这到底能不能用啦？哦，可以，好酷哦！搞点13香吗？这个别加吧，这不要加啦，靠腰嘞，干他妈加太多了啦！靠腰，为什么他这个有点煮面声音？靠北，有点像他妈台风来了，外面那个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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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小啦，玩的就是真实，这就是刺激。哎，兄弟们，他外面还真的在下雨啊！靠北是外面的雨声，我想说奇怪，想说怎么可能煮个面，他妈声音会变那样啊？没办法呀，要去上班了。窗户一关，又来了，少走40年弯路。那生活配套还是齐全的，这个热水还是有的。啊？干，这是热水，不是尿壶哦。干，这个便当有哦，面有点糊掉了。放夹子蟑螂吧。靠腰，大小啦，干，吃一吃还可以自己加汤哦。大小，你怎么直接加热水啊？干嘛啦？干，这吃法我是不行的，我顶不住哎。嘿嘿，中南海啊，我是出于原则，不知道你们能够卖多少钱。我在狼杀网恋，跟这个被一个女人给骗了，知道吗？然后女人爆了我，不是哥们，玩狼人杀不是来骗人的吗？这个小熊饼干还挺好的。他的小熊饼干为什么这个熊为什么长得有点像老鼠啊？好可爱啊！看一下下一波。兄弟们，美好的一晚上又开始喽。然后空调的温度必须是16度。干，不是，不要一直吹16度会死啦。那你开几度啊？不是啊，他开16，我不能输他，我至少要开15啊。没有啦，我没有开那么冷的，差不多24、25、26差不多了吧。18块，为什么他这个叫粉丝福利？哦，有人帮他送的，是有人请他吃土豆，然后虾膏，还有百事可乐、秘制牛骨汤，然后魔芋节。哦，魔芋节是那个饼干吧？然后蟹棒应该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这个鸭血应该不要吃比较好。你们知道要干嘛？其实我们是要跟他敬礼的。有没有看到那个肩上有花的呢？人家肩上是有花的呢，五星上将哦。老实讲，他长得比你帅，那也没问题啊。那这东西还是挺有营养价值的，而且挺抗饿的啊。哈，干嘛啦？靠腰，还要这样进去撸两轮哦？不是，能不能不要吃这么重咸啊？差不多，不是你刚不是整碗吃完的吗？干，这个汤等下不会还要干掉吧？差不多，靠北喝完了，应该是没有喝吧？这应该没有喝了，那个喝不行啦，太硬了啦。你管好你自己。靠，不要怎么没了？看来没了，没货了。干，这个小庄怎么那么少片啊？什么小啦？为什么这个怎么那么多人都在啊？怎么那么多啊？大打野时代啊，你懂啥？哇操！我目测啦，差不多5000-6000人民币吧。等等会被人抢钱 ，Simon Bra。闭嘴啦！跟我赚的差不多，5000-6000呢，6300。这个感觉真实点，我看一下这个。哥，你这搬砖一天能挣多少钱？这么勤奋、啊，到一个亿
胖哥这几天比较忙，因为社感。这小了，那什么东西？玩游戏可以搬砖呢、啊？有一会儿随便吃一口，上下不看。为什么我感觉他的头都有点后仰后仰的？他为什么讲话都是这样啊？啊，熊哥，要不要打咯？哈哈哈哈。嗯，你在路虎排到的，你错的就是这些人，你良心过得去吗？我觉得他们的自助餐看起来还行。他感觉很嗨呢。不知如果现在的我们都不开心，那又谈什么？真的假的啦？干弟弟，讲真讲假啦。现在大家思维已经是那个了，是不是？只过今天，不想明天，是吗？全全，你的狼人杀还是比较有料。广州日结大神，没有空调的出租屋熬不住了，顶着高温徒手搬家。干你、啊、这个讲真讲假啦？干他妈这都是很……他作为一张狼人，他为什么要把警徽给我？干你、啊、左下这又是什么小啦？左下是什么小、啊？这游戏有这么智障吗？左下角这个人他妈叽里巴拉哔哩巴拉的，总比让五号去发一个九号叉杀好吧？这个怎么六枚这么长啊？要这么尴尬？基本上我跟五号还有四号，我绝对不认识。我这边就只是一张好人牌，然后九号在这边查杀我，这时候我就需要盘一下他的队友是谁。嗯，你以前戴粗框眼镜的时候，我以为你四十几岁，所以你叫憨仔儿啊？靠，你真的很会讲哎、欸！当然啦、啊，玩这游戏他妈的不噼里啪啦随便乱讲一通怎么玩 ？2000 years later， 阿杰，你到底还要醒多久？你们其他人都没有去盘这个五号，你们为什么？好不好，我看这部好了。而就只是说，好的啦，干你啊，左下你直接动脑吗？动脑好吗？干嘛左下这个他们母家跟 S 皮皮啪啦啪皮皮啪啦皮皮啪啪的，还有多久啦？我看一下，靠，要怎么还那么久啊？动脑好吗？反正也没关系，我就是这样好。贱呐！干到底什么东西啦？干他们这个面为什么都加那么多东西啊？那到底什么啦？我常去的这个网吧是5.8一个小时，但是他充100送100，而且通宵只需要15块钱。充100送100，通宵只要15块，通宵应该是6个小时到8个小时吧，15块乘4。靠北，他们网咖为什么那么便宜啊？他通宵不到100块啊。我们家附近网咖半夜6小60加饮料，真的假的啊？台北的那网咖白天1个小时加60，哎，有人在打炉石，哎，都是玩瓦罗兰的，好多、啊。打瓦的跟打 low 的最多，干他们都吃的好重咸呢、啊，感觉熊安吃1餐到2餐，腰子就要嘎掉了。靠，我要边看炉石，他妈边看动画是怎样啊？干，难怪有一些人那个半夜有时候排到有些人那个他妈打炉石都不知道在打啥小的。干以前他妈那个他们就是边打炉石边他妈在睡，干难怪半夜都遇到一些怪人，干嘛打一打感觉他妈像睡着一样，不好好打，他妈一直他妈在那边打边看片。好了，原地不敬礼。